说行行出状元，360行，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是有机会出头天。那么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学习了这么多，希望你们呢当然是走这个行业。那原则上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让大家走文创，所以设计的课门我们设计的相当的多。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走这个行业，如果说没有也祝福大家。最后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鸿成万里，谢谢。